Hello, Yona here and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. 今天呢，我要拍一个 vlog，可是呢，我要挑战拍一个中文视频。但是你不用担心，因为我会在下面放English subtitles，这样子的话，你看字幕也可以知道我在说什么了。然后，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，不要忘了订阅我的频道。Please like and subscribe to my channel and follow me on my IG。我的 IG handle 是 Yona Latte，这是我自己主要的一个 account。好了，那就让我们看下去吧。Also, Tim, I don't mind that color. Spicy chicken. Oh. The rest are the sneaky ones.等一下呢，我要出门，然后呢，现在我要来卷头发，所以我想说可以给你们看一下我平时都是怎么卷头发的。，OK，那第一步呢就是梳头发，要梳到很顺。然后很蓬松，好了，然后呢就分两半，OK，然后我会先卷这边。其实我不建议穿那种背心，因为背心的话呢，就有时候会烫到。他说让我下来。
后呢，接下来呢就是看一下有没有需要重新再卷一下的地方。今天本来要出门的，但是临时改变计划了。虽然我头发什么都已经弄好了，不过我就趁这个时候给你们做一个小小的开箱。那第一款要介绍的呢，就是 Uniqlo 还有 Jacinda 一起合作的一个款。我买的这个是其中一个最热门的羽绒服，然后这个是可以收腰的。这样一拉，整个腰身就显出来了，即使像我这样子小个子来穿的话，也不会显得很笨重。然后如果你住的地方没有很冷的话呢，你就可以把外面那个裹在脖子那边那个拿掉，然后整个就轻盈很多。反正它就是有很多拉链，还有很多不同的东西，你可以按照你自己的需求拿掉或者是再套上去都可以，所以我觉得设计方面是蛮好的。这一套呢，这个背心是带有胸垫的，所以你穿出去的话就非常的方便。然后这个裤子的颜色我也很喜欢，我买了两个颜色，一个粉色还有一个浅灰色，两个都很薄，很适合新加坡的天气，所以整套穿起来的话呢就比较运动休闲风。这件粉色的针织外套也是我这次买到非常喜欢的一件单品。首先呢，这个粉色就粉得刚刚好，然后呢它在边上还可以打一个蝴蝶结，整个看起来就非常温柔小姐姐的一个风格。另外呢，这个针织外套的质量也是很好的，整个缝线还有剪裁都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。虽然针织外套并不是非常适合新加坡天气，但是如果你要去比较冷的地方或者是出去拍照的话呢，也是可以穿的。这件粉紫色的上衣是我这次买到最喜欢的一个单品。首先它前面是木耳边的一个设计，然后袖口呢做的是泡泡袖，整个衣服的材质是非常透肤的，然后就给穿上身就是很轻盈的一种感觉。我最喜欢的是它有一个收腰的设计，所以你穿起来的时候就很显腰身。所以这件衣服穿上身的话，我觉得就是浪漫天真，然后又非常显身材的一个设计。这次的 vlog 就到这里了，希望你们喜欢这支视频。如果你喜欢的话，不要忘了 like and subscribe， 然后另外也不要忘了 follow me on my IG。 如果你们有什么意见的话，也可以在下面的留言告诉我。其实我自己还不知道我要拍中文还是要拍英文的视频，虽然我知道我的订阅者大部分来自美国、印度还有菲律宾，但是我自己本身的话呢，其实用中文来表达还是比较放松。然后我真的很想要就是好好的经营这个频道，但是不管怎样，我会在我所有的视频都放上 subtitles， 以方便所有人来观看。那今天的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，那我们下次再见吧，拜拜。